喂，唔该喎，啱啱惊开，仲枉你系我哋法律学院嘅大师兄，咪又系咁俾 Nana 晒到氹氹转，你再系咁纵容佢啊，你真系唔惊佢越玩越大嘅咩？咪点啊？唔理佢啊，不过再系咁落去咧，迟早出事。大家由细玩到大，我梗系知你关心 Nana 啦。 但系佢再系咁落去，只会永远都长唔大。除非你谂住照顾佢一世。咁你作为佢嘅孖生妹妹，你觉得我应该点做咧？呢个问题我都唔识点答你。养成 Nana 而家咁嘅性格，我谂大家唔多唔少都有啲责任。我只系觉得啊，你对佢啲行为好似宽容得滞。 我对 Nana 同对你一样，你边个有任何事，我都会第一时间帮忙嘅 ，OK？ 有时我真系觉得，相比起 Brian， 你更加似我哋阿哥。小心揸车啊！你早啲瞓啦。咁上嚟啲树。 妈咪，唔好意思啊，啱啱律师楼临时有啲事，所以嚟迟咗。唔紧要，我啱啱到啫。咖啡、海鲜意粉啱唔啱？有 coffee 食咩都得。呢排成日见你咁赶，律师楼都嘢做咩？律师楼又唔算系好忙，不过我哋啱啱接咗单 kick 手嘅。原来前排戏曲中心咧有位清洁工人俾人整伤只脚，而家决定要告对方。呢啲小儿科嘢咧有咩唔辣手？ 凡系犯罪，被告系大妈。大妈？你大妈俾人告？几时发生噶？咪就系前排庆典嗰晚咯。咁奇怪嘅，呢个清洁女工又咁多律师唔揾，揾子彤你嘅。嗯，开头我都系咁谂噶。听佢哋讲咧，佢打嚟律师楼嗰阵，仲指明话要揾我添。指明揾你？咁你谂住接唔接呢个 case 啊？ 妈咪，你觉得咧？嗯，你大妈份人咁爱面子，而家知道有人要告佢，仲告佢嗰个律师系自己屋企人，我真系唔知。师傅都系咁同我讲啊，不过我就觉得，如果呢单 case 俾其他律师接嘅话，万一传咗出去，今日我可能影响邱家声誉咯。但如果由我去 follow， 咁起码我会尽量想庭外和解，至少唔使上庭啦。唔知你大妈系咪咁谂咧？ 不过你放心，今次妈咪支持你。妈咪，你唔惊俾大妈闹？唔紧要啦，咁多年嚟都系咁噶啦。就算冇你呢个 case 啊，佢平时芝麻绿豆嘅事都揾我出气嘅，唔使担心妈咪。只要你觉得啱嘅事咧，你就去做，吓。试下个 pasta 先，试啊。 大妈，子彤，你系咪癫咗啊？帮出面人发律师信告自己屋企人，你乜嘢意思啊？大妈，你冷静啲。我作为律师，系有我嘅责任同专业操守。无论任何 case， 我都一定秉公处理。你唔好同我讲咩秉公处理，我唔识。我净系识呢啲要大逆不道，帮住出面人告自己屋企人。你有冇离谱啲啊？大妈，你听埋我讲先啦。 呢單 case 由我去接手，總好過俾其他律師去 follow。一來家丑不出外傳，二來如果大媽你真係冇做到嘅話，咁就更加可以還你一個清白啦。你講乜嘢啊？咩叫家丑不出外傳啊？你咁講，即係我而家有丑事咯喎。仲有啊，我好人一個，還我咩清白啊？我唔係咁嘅意思，只要大媽你肯接受條件嘅話，我一定會勸我 client 同你庭外和解嘅。你唔使喺度扮好人。 货唔系你阿妈喺后面怂恿你借住呢单官司落我面咩？我从来做事都系公事公办，唔好扯到我妈咪身上好唔好？咩啊？而家教训我咁话咯喎，吓！我话俾你听啊，多
當年啊，唔係得我同意啊，你阿媽入到我哋邱家門，佢而家仲喺出邊啊，唔見得光啊！等離街道恩將仇報。如果大媽你係都要咁諗嘅話，咁我都冇辦法。哼，理虧啊嘛，梗係冇辦法啦。好，你代表出邊人發律師信告我嘛？你估我唔想找律師啊？分分鐘告翻你轉頭添啊！你睇住你啊！一個人走出嚟食早餐，離開你大媽。咁快傳到你度啦！丑事傳千里嘛，今次我真係戥你頭痛。其實我做得律師咧，呢啲嘢我都預咗嘅。不過今次真係棘嚟棘在，我先至公然一口咬定大媽係專登整到佢，但係大媽為一場意外，最衰就係 CCTV 咁啱嗰個位置壞咗添。如果找不到其他目擊證人，就只會口同定。我不知道算不算是半個目擊證人呢？你那天拍完大合照之後，我去完洗手間經過走廊，咁啱見到阿嬸，做咩無端端跌親啊？跌得緊唔緊要啊？下次行路最緊要戴眼啊，嗬？哎呀，你冇事啊嘛？我使唔使帮你 call 白车啊？唔使啊，我跌到冚亲个膝头骨有啲痛啫，阵间我搵个药酒捽下冇事噶啦。你小心，唔该晒你啊，小姐。你都看不清楚究竟大媽是不是专门棘跌她啦。看不到啊。但我那天明明问过她有没有事的，没事的。那为什么她无端端又走去告你大媽蓄意伤人呢？看来要约她出来问清楚她才得。有没有搞错啊？要我亲口跟那个清洁阿嬸道歉。在看我初步看到整单 case，我始终觉得，即系同对方讲声 sorry 就最简单嘅解决方法。你试谂下，万一单 case 上到 court 嘅话，蓄意伤人刑事罪嚟噶嘛，累累不利啊。所以庭外和解绝对系最恰当嘅解决方法。要我堂堂邱家少奶啊，同佢道歉，传咗出去啊，我仲有面嘅，我唔理啊。多多律師費我都俾得起，你同我諗掂佢啊！啊，邱太你知啦，對方代表律師嘅奴隸喎。就係因為嗰個係指導，我條氣先唔順。佢自己話噶嘛，公還公嘅私還私啊嘛。而家佢幫住外人告佢大媽啊！我而家揾你啊，代表我同佢打官司有咩問題啊？係啫，高俊，由細到大我老爺。對你兩父子都好唔錯嘅噃，而家我有嘢揾你幫手，你唔係袖手旁觀係嘛？我盡力而為 ，OK。最新劇集《逆天奇案二》已經喺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上架啦，北美嘅觀眾仲等咩啊？快啲去下載呢個 Apps 嚟煲劇啦！